大家好啦，咁首先啦，都已经身处喺啦摩星岭269米高个标高处啦，同埋啦，都讲翻啦，都今年都眨眼间到2023啦，都系我今年自己拍片嘅第三年嘅频道啊，所以都好高兴啦，其实今次啦。这个真是青年女性的赞助啦，咁就可以同我欢度埋啊！我迈向第三年个 YouTuber 嘅生涯啦，咁就同样咧个心都系不变噶啦，咁嚟紧嘅未来啦，都系不断啊去拍多啲啊不同类型嘅影片啦。咁你见，但我除咗系而家系以往啦行山之外，而家都仲有香港白灯啦。咁好多不同行山活動啦，咁當然嚟緊仲有真人馬拉松啦，咁其實好多不同類型個影片啊，或者不同類型個運動啊，都希望同觀眾們分享嘅，係啦。咁就話如果咧各位觀眾啊，你繼續喜歡我個頻道嘅話咧，繼續啊訂閱我個頻道啊，我個頻道係 J-Pointer 史蒂夫，同埋當然可以繼續 follow 埋我啊個 Facebook 同埋我 IG 嘅，咁有不定時個山氣點滴啦，同觀眾們分享噶啦。咁同埋多謝觀眾們咧個收看啊，因為有你哋嘅收看咧，先係我最大嘅動力啊嘅來源啊。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，好啦，拜拜。